人家小吃啊，又好吃又便宜啊，你们怎么发现的？很奇怪吗？这不就是我们计程车司机的专长？说的也是，有龙哥这样的老板哦，全省的小吃我们大概都熟透透了啦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哦，好店，那多吃一点啊，不要客气啊。来，你们继续吃啊，我先走了，我买单。啊，这么溜走啊？溜走啊？排班呢？哎，谢谢老师，还不够。什么？阿豪他？